这是吸肚子，姐妹们啊，不吸肚子。开了五美颜，姐妹们能看到不？啊，这个视频姐妹们，咖啡跟咱家果冻啊，后天中午12点预约直播，然后有大活动，真有姐妹们啊！我之前的裤穿老大了，跟你讲，说实话老大了。我们在拍段子，你们可以看我之前的段子，就知道我一般都不开美颜，我很真实的啊。然后我们再拍段子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拍段子呢，摆个封面。我是从132点多到现在116点多，116点多啊。然后咱家果冻啊，跟咖啡，这个跟这个啊，快过年了。然后喝起来，这个视频预约直播，我怕到时候你们看不到我直播，到时候来我直播间给你灌美颜，好不好，姐妹们？喝过的宝宝，希望给大棒来好评，感谢你们啊！然后那个大棒自用款，别的也没啥了。预约视频啊，我怕你们到时候看不到我直播啊，一定要给我点个预约。明天后天周六中午12点不见不散啊！果冻就买2天时间，然后咖啡的话应该是3天，应该是。果冻就2天，因为就5000盒现货。这是开的，我是净身高1.65米，姐妹们啊。我这是衣服是之前衣服拍我，然后这拍段子出来穿的衣服，穿休闲点的，要不然弄脏了洗那个。可以看我，你们可以看我之前的，我之前那个，哎呦，我之前脸可大了，姐妹们，你们自己说，大方有没有那个变那个一点？以前哪有这样，说实话。啊。买吧，姐妹们啊，来吧，预约直播，姐妹们啊，又给你们发个视频通知一下，预约直播啊，姐妹们啊，不要错过了啊。这个是我开的美颜的，这开的美颜的，就是看脸白一点，啊，但是我从来不开那个瘦身的，老粉都知道啊，没有必要，咱没有必要，我是自己自用款，咱不是说胡打那个的，你们可以看我之前那个段那个脸，我的妈，可恐怖了。我的目标就是11，我的目标就已经达差不多，还有一个都达到了，一个都达到了，其实现在很好了，人家都现在实践实施我那个了。好，预约直播，姐妹们啊，预约了啊，稍微有什么问题如果不懂的话可以来直播间咨询我，姐妹们啊。